好，现在你的答案板要准备，40秒，计时开始。你觉得他写的是哪一句成语？他写的是哪一句成语？钱、房子、哇，金元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啦？一句话四个字，你差不多讲到三个了。对，你已经讲到三个字了。金元宝。在活动啊。不能讲话，也不能讲话，不能给他提示。家里面那个你知道看得出来哦。家中宝嘛，家有金元宝。现在是可以干扰的嘛？家中的钱。我看来好像不太需要干扰，他连写都还没有写。我看差不多要罢免。等我，等我，等一下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金元宝，金元宝，有走中吗？没有走中。哎，人家如果揭晓的时候，你会很自责，是因为他有念到吗？因为你刚刚你三个字都念到了，三个字都念到了，四个字你讲到三个字了，你都知道第一个字是金，你觉得呀？金什么成语？他在这个家里面放了一个什么男人还是女人？那个女性身材曼妙，是女性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女性，所以金屋怎么样？金屋藏啊，金屋藏娇啊，对啊，金屋藏娇。正确答案是，他心中没有这种对写字是好男人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呢。正确答案不敢想。这四个字你会有哪一个字不会写？应该都会吧，都会，对，都会吧，哈，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啊，因为不敢想啊。哦，我只写答案而已，没叫你干嘛。